人生啊，我希望今天的这个视线，我再演这出戏给你看。在这个点上，止损了啊，那投资不是有止损点吗？止损在这一刻，止损。这一刻的下一秒，永远不要有损，是不是？永远是成长、前进、茁壮。不管你今年是10岁，还是100岁，还是200岁，永远不嫌晚。但是你不知道今天就要止损，好，跟你讲，搞不好下次问你同样的问题，不是你不举手，搞不好你就钻在桌底下，因为损的更多了，是不是？不是上就是下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咯，告诉你的事情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曾经听过我的话的人。如果都听了，你可能后来就不会有后来的损失，对不对？哦，讲这个我又想到一件事，这礼拜又有一个我们的学员呢、啊，我不能称呼他是阿三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学员，但是他的问题很像阿三的问题，他问题是这样子的，麻烦你听一下好吗？他说：“导师，你在很多的课程都说我们学员在超马世界里面。”不可以有金钱的往来，好，不可以有借贷的关系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位超马的学员，前一阵子因为他实在是没有办法赚过来，他跟我借钱，我觉得我不借他，我会昧着我良心，后来我就借了他一些，后来我才发现，那个钱借给他，他的动太大了，借跟没借是一样的，但是最近他又来了，他说这一次再怎么样，他要我一定要借他。老师，那你说我是该借还是不该借的吗？你不是这个问题一开始已经说了吗？我告诉你不该借吗？你怎么还那么聪明呢？后面还有同样的问题，是不是又来问了？该借还不该借？当然不该借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你有没有经常听过人家讲，人家来跟你借钱的时候？朋友一场，所以你借他，对，兄弟一场，所以你借他。等到你要去讨钱的时候，仇人一场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超马家人不要互相有金钱的借贷，不要有这个那个，天天牵缠不完的关系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你干嘛害那个人？最后他不来超马，因为他不要被你看到，不来了。是不是？那你说，那我没有借他，他活不下去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跟你讲，天地如果没有让他绝，他还有路的。天地要绝他，你就算借他100万，他最后还是走不下去。这就是当年2005年，弗兰奇在我面前有好多次，他都说这个人不绝他。让他有后路，这个人没什么意思了，有后路没后路都一样，就把他给绝了。结果呢，对应到真实的生活，真的是这样。天帝要绝你，你怎么弄都跳不出他的手掌心。天帝不绝你，真的，只要你的这个还有点热情吧，机遇，哎，可能又让你有后续了。